以是尼勒菩萨摩诃萨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法华经，随喜者得己所福。而说偈言：世尊灭道后，其有闻是经，若能随喜者，为得己所福。以是佛告尼勒菩萨摩诃萨：阿逸多，如来灭后，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及如智者，若长若幼，闻是经，随喜耳，从法会出，至于如处，若在僧方，若空闲地，若成一看物、聚落、田里，如其所闻，为父母、宗亲、善友、知识，随力演说，是诸人等闻已，随喜复行转教，如人闻已，亦随喜转教，如是辗转至第五十阿逸多，其第五十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随喜功德，我今说之，汝当善听。若四百万亿阿僧子世界，六趣四生众生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若有形、无形、有想、无想、非有想、非无想、无足、二足、四足、多足、如是等，在众生数者，有人求福，随其所欲娱乐之具，皆给予之。一一众生，与满阎浮提金、银、琉璃、车渠、马瑙、珊瑚、琥珀、诸妙珍宝及象、马、车乘、七宝所成宫殿楼阁等，是大施主，如是布施，满八十年矣，而作是念：我以施众生娱乐之具，随意所欲，然此众生皆已衰老，年过八十，发白，面皱，将死不久。我当以佛法而训导之，即集此众生，宣布法化，是教利起，一时皆得须陀洹道、斯陀含道、阿那含道、阿罗汉道，尽诸有漏，于心禅定，皆得自在，具八解脱，于语意云何？是大施主所得功德，宁为多否？尼勒白佛言：世尊，是人功德甚多，无量无边。若是施主，但施众生一切乐具，功德无量，何况令得阿罗汉果？佛告尼勒：我今分明与汝，是人以一切乐具施于四百万亿阿僧子世界，六趣众生，又令得阿罗汉果，所得功德不如是第五十人闻《法华经》一偈，随喜功德百分、千分、百千万亿分，不及其一，乃至算数，譬如所不能知。
阿逸多。于是第五十人辗转闻法华经除起功德，尚无量无边阿僧子，何况最初于会中闻而除起者，其福复胜无量无边阿僧子，不可得比。又阿逸多，若人为是经故，往翳僧方若坐若立，虽如听受，原是功德转身所生，得好上妙像马车乘珍宝炼如及成天宫。若复有人于讲法处坐，更有人来劝令坐听，若分坐令坐，是人功德转身得帝释坐处，若梵王坐处，若转轮圣王所坐之处。阿逸多，若复有人与如人言有经名法华，可共往听，即受其教，乃至虽如奸民，是人功德转身得与陀罗尼菩萨共生一处，利根智慧百千万世终不阴哑，口气不臭，舌常无病，口亦无病，齿不垢黑，不黄，不疏，亦不缺落，不差，不曲，唇不下垂，亦不牵缩，不粗劫，不苍真，亦不缺坏，亦不过邪，不厚，不大，亦不离黑，无诸可恶，鼻不扁，亦不曲累，面色不黑，亦不狭长，亦不蛙曲，无有一切不可起伤，唇舌牙齿色皆严好，鼻修高直，面貌圆满，眉高而长，额广平正，人相具足，世世所生见佛闻法，信受教诲。阿逸多，与且观事，劝于一人令往听法，功德如此，何况一心听说读诵而于大众，为人分别如说修行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若人于法会得闻是经典，乃至于一偈，随喜为他说，如是辗转教，至于第五十，最后人获福，今当分别之。如有大施主，供给无量众，具满八十岁，随意之所欲，见彼衰老伤，发白而面皱，此疏形枯竭，念其死不久，我今应当教，令得于道果，即为方便说涅槃真实法，世皆不牢固，如水没泡沫，汝等咸应当疾生厌离心，诸人闻是法，皆得阿罗汉，具足六神通，三明八解脱。最后第五十闻一偈除起，是人福胜彼，不可为譬喻。如是辗转闻，其福尚无量，何况于法会初闻除起者。若有劝一人将忍听法华，
言似惊心妙，千万劫难遇，即受教往听，乃至须如闻，斯人之福报，今当分别说，世世无口患，此不娑黄黑，唇不口牵缺，无有可互相，舌不干黑短，鼻高修且直，额广而平正，面目色端严，为人所喜见，口气无臭味，幽薄华之香，当从其口出，若故伪增方，欲听法华经，须如闻欢喜，今当说其福。后生天人中，得妙象马车，珍宝之炼鱼，及成天宫殿，若于广法处，劝人坐听经，是福因缘得，释凡转轮座，何况一心听，解说其意趣，如说而修行，其福不可量。《妙法莲华经》随喜功德品中。